所以初学的人对这些很深的理没参透，信因果就好。真相信因果，肯放下。为什么呢？命里有的决定是有，命里无的决定是无，你无法强求啊。命里有的舍不掉啊，你真的舍了，那你又来了，越舍越多啊。怎么办呢？不要放在心上。根本就不予理会，一切随缘。命里都有财富，要知道帮助贫穷苦难的人，需要的人，你帮助他，财源滚滚就来了。来的越多，我帮助越多。我绝不把它存起来自己享受，那就错了，就完全错了。越是越多，越多，大做好事啊！好事里头第一等好事，帮助众生觉悟。这最大的好事啊，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，苦从哪来？苦从迷来的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，这个苦啊。乐从哪里来？乐从觉悟来的，破迷开悟。是要戒定慧三学，我们觉得这个点困难，困难你就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符合戒定慧三学，真心真念，老实念佛，这就是戒。心里只有一句佛号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没有怀疑，这就是定。定久了，定有一定的功夫了，像前面所说的，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大悟。纵然不能够彻悟，大悟肯定有，大悟就能解决问题。所以人不能不相信因果啊！因果从什么时候有？从有宇宙那一天，从有我们这个人这一天，就有跟得来的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一念不觉，因果是一念不觉里头所生的，也是决定是有。众善因，皆善果。不执着，不分别，若无其思，叫做功德。功德不可思议。断卧修善，记在心里头，常常希求果报，是福德。
啊，福报会现前，跟你的修德呢一定相应。修小善有小的福德，修大善有大福德。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，这不能不知道。